雾台乡鲁凯族文物馆部落研究员培训工作坊在长治百合产销馆正式开课，特别邀请乡内三位博士学位教授担任指导老师。他们不但对鲁凯族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专才，希望带领这次参与工作坊学员进行文化记录、保存与研究，促进部落文化多元发展。我希望各位啊，通过这在台湾教授八七九博士林文成博士这个指导之下，都能够把你的兴趣，把你所看到关于文化的这个东西啊，都能够发挥出来。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我们在地方努力去保存我们最珍贵的，我们老人家的，我们的祈祷的知识跟智慧，然后把它用现代的工具或是现代的知识系统的整理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留给我们的下一代。部落研究员培训工作坊为期一年时间，课程包含田野调查、资料收集、田野伦理等内容，因此经过审慎的遴选过程，选出十位学员，他们来自雾台乡各个部落，不乏几位有想法和热忱的年轻人。可以透过这次的机会，那让我们这群乡内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在当代生活已经习惯当代生活的这群年轻人，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文化，那有机会重新再去书写或者去爬书了解自己的历史。因为我自己就是阿里部落的嘛，然后我们部落里面有很完整的那个百合花配花系统，就是那个百合花的部分，那我觉得这是鲁凯族一个很大的强项，就是很多事物我们都围绕在这个百合花上面，所以我想说透过这个百合花一系列的仪式做一些调查或学习。雾台乡公所期待这群部落研究员未来能成为文物馆的重要合作伙伴，将所学知识与技能融入部落文化的保存与发展，为鲁凯族文化传承做出积极的贡献。云溪文巴朗，屏东雾台，陈不到。